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之间》，这是我们1605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变形金刚》第七集即将推出的 Voyage Class 的 Optimus Prime。那这款玩具的话呢，在台湾的搜狗百货买到的，据说全台湾只有这一只不小心上错架了。那我们感谢这位工读生，让我们有机会提早玩到这款玩具啊。当然，网络上也有一些，台湾网络上有一些所谓的台湾孩之宝侧翼啊，就不停的恐吓啊、威胁啊，说什么偷买到的人啊，不对，不是偷买到，是买到偷跑货的人呢。啊，你们要低调是吗？我自己是不太懂了啊。为什么我们有发票买到的东西，你还要人家低调玩，对不对？玩第三方低调，玩 KO 低调，连玩正版你都要低调啊？到底是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高调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个人是不吃他们这一套的啊。你越是要我这样做，我他妈就越不要听你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嘛，这是新的包装盒，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要先赞美一下它的盒子的形状啊，至少不再是这个系列啊。就是这种各种不规则形状的系列，这个超级难去收藏的。它回到一个比较方方正正的盒子，再来是它这个洞啊，挖得更大了啊。这个先前的洞大概这么多，为什么这个洞只能挖这么多？因为它这个地方削进来，所以它的洞比较小。它回复成方块之后的话呢，这个洞就自然而然就把你给变大了啊。那我已经好几次在一些百货公司或者是大卖场看到里头的玩具啊，断了绳子啊，没了头啦，少了武器啊。那包装盒的话，我自己是，你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带是一个 OP 一个这个 pose， 其实我自己很不喜欢这个动作的，这个是应该是以前美军有一个是募兵的广告吧 ，I want you 的那个 pose，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动作我是很不喜欢了啊，当然其他人怎么想我是不知道，后面比较中规中矩，那后方可以看得出来，这绿色的底色后面的话呢是一堆丛林的地形。那目前预告片的话，我们也看到过这个 OP 的话是跟这个 Optimus Prime， 就是这个金刚王，是在树林里头去做汇合的。那实际上玩具拿到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其实它感觉很轻啊，但是 Voyage Class 也就这么回事了吧啊。那我们就来做个开箱吧。那我们来看到玩具的实体啊，这个变形金刚第七集 Voyage Class 的 OP Optimus Prime， 大家非常关心的产品，实际上拿到之后感觉玩具体型小了很多哈，而且该给的空洞的话呢也是不出现在这里，但是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变形的时候呢会去需要把腿给塞进去啊，那个身体的部分呢，这两个轮子在后面感觉是比较奇怪，更奇怪的是从侧边来看哦，这个不是门板手的问题了，还有门板肩膀吗？啊，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先看一下吧，体型也是缩小了一圈。如果说这整个是一整个减重后的 S38 是目前跟它体型最接近的一个变形金刚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造型上你看呢，它这个手部的造型这里是很接近的，包括肩膀上38的这个零件跟这个上面，虽然这是整个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翻折，但是造型上它还是有做出来的。那么这一款的话呢，所有的涂装几乎就是集中在胸口以上，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个银色的涂装啊，比这个金涂版啊，我讲错了，这个不是38啊，这个是变形金刚啊几十周年的一个版本啊，跟38的涂装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刚讲错了。然后它的一个有一个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有点奇怪，这个膝盖的这个造型，这里为什么做出一个这个两块零件组合的一个样子？初拿到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单看造型来看，你真的你会觉得这是以前的 Deluxe 等级吧，就非常非常的小。不过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它的一个胸口是一个透明部件，很大一片，而且是胸口记得要把它打开。再加的一个关节紧实度非常的好，把玩起来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优秀，这一点是一定要赞美一下。再来就是呢，作为一款可以摸得到的玩具呢，它改善了 CGI 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你怎么样都不会穿模，因为你这块零件永远碰不到它的一个胸口，真是太厉害，你怎么转你都是碰不到，这太厉害了啊！这果然是黑科技啊，现实生活总是比电影还要更加的美好。头雕的话呢，涂装算是优秀吧啊，那整个头小了很多，整个头身比就是很修长的体型，但是涂装真的太少了，整个部分以下啊都没有。那这个博派的标志倒是很清楚，那我们就玩具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啊。那我们提一下这个枪，差点忘了讲，枪很小一把啊，非常的小。你如果跟这个38的模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个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然后因为 CGI 里头啊，电影的预告吧，好像有他拿这个能量刀，是不是？那这个跟 SS 的这个05号的这个手啊是通用的，是可以拿得起来的。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可动啊，以这款玩具来说，算以 Voyage Class 的玩具来讲，这款也是算及格了。头是一个球冠嘛。那它的腰身转动呢，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转。那当然上方也是变形的时候有需要，也是可以转动的。手臂的平举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开口在这里平举完全没有问题，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前后不管你怎么动，再次加冕一下，绝对不会穿模的肩膀。还有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弯超过于90度啊，手腕看到吗？大大的球形关节，所以它拳头是可以转动的。那么脚的话，前后踢啊，刚刚看到它是有一个这里可以分开的一个关节，所以它这个啊角色是可以低头看的啊。这个对于这个每次要低头看，我们就会拿阿尼亚出来跟他对视一下啊。那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它这个侧边有个裙甲啊，也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关节的支持力度真的很好啊，哎，他手没有偷抓脚啊，你看没有偷抓啊，膝盖90度啊，脚踝的话呢，这个脚踝的接地应该是现在官方最后的节操了吧？那我顺便看一下啊，脚内部的细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第七集的 OP 它的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后面这块部件呢，在整个背后的时候呢，先把它做一个翻转，再来把头给按下去。按下去的时候，这块部件会跟着出来，这个部件就往前放，胸口两侧合进来。再来的话呢，这个轮胎稍微放下来之后呢，我们把整个胸上做一个翻折，那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车头了啊。那手臂的话呢，这里我们把这个手啊这一块部件给推到外侧来，这里有个组合的卡扣扣上去。再把它整个推进来到这里啊，这个变形的话呢，各位应该是非常熟悉啊，橘丸 OP 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手法啊。好，这，那么这一块部件的话呢，先不用急着扣啊，无所谓啊。这里这块部件，双动关节推出来，这里扣上去，到这里拳头载进去，到这里放进来啊。这个变形应该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套路了。再来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就是直接的往上面啊，这里有两个凸，看到这，然后这里有两个。这个组合的凹槽，但在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把腿啊，先把腿这个地方给往上面推上去，这个顺势往上推就可以了啊，往上推就可以了。造型来讲的话，就比较紧啊，比较紧。再次强调一下，这一款的关节紧实度是非常可以的。那我们就记得要把后面的这个车尾灯给翻出来啊。那因为是卡车的关系，所以速度比较慢，所以就能看到它的车尾灯。老梗了，对不对？然后这里有两个凸跟凹，把它给扣上去啊，可能已经有人开始发弹幕了。就这么样，快变完了嘛？没有错，它真的还真的就快要变完了啊。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把轮子翻出来之后，往下顺势推一下，这里一样是一个双动关节，先把双动关节推进来之后再过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啊，两侧都一样，把它给扣进去。最后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扣上，那这里的话就会顺势的给卡进去了啊。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你确定变完了吗？你确定这两片没有收进去吗？啊，对了，油桶啊，对不对？其实油桶还没翻出来。然后呢，这里刚喷溅了，各位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好了，那么这一款来自于，变形金刚第七集的 Voyager Class 对不一集啊，真的是很难讲出口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第七集的 V 级的 OP。首先，它有非常非常多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许多的毛病，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好了啊。首先的话呢，从正面来检视它，正面的话可能是它分数最高的，但是如果你要跟38相比的话，它的细节还是少了很多，特别是进气口的部分。那车头灯的话都是很良心的，全部都做了出来。车头的挡风玻璃，也是很大片，但是它上面的雨刷没有另外去做一个涂装啊，比较可惜。侧边的话呢，就是令人发指的许多的色块，红色、红色、红色、红色都在，可是大家都是红色，但是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对不对？而且它的。理论上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如果这个银色的漆面延伸过来的话，是不是侧边这里应该要跟着延伸过来？
但是好像没有发生啊。算了，涂装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没有那么在意，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你侧边这个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开车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板子，不是很容易去转弯，应该会容易去摔倒或怎么样吧？那如果你翻到后面来看的话，你可以甚至可以看到一双拳头还收在里头，到底里面是什么样的命案，我就不晓得了。你好歹弄个东西把它挡起来啊，是吧？你有没有突然觉得 NPM 十二真是神作啊？不愧是 MP 级别。那这个地方虽然38这个地方空洞多，它空洞少，但是你可以告诉我后面这个像拖斗一样的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我没有办法去想象。你这是 Voyage Class 啊，然后后面是还有个车尾灯吧，它可能有一点就是它推车很好啊，加了一个铆钉啊，这个推车的话这一次是绝对是可以嘉许一下的啊，可以赞美一下。但是它的吐槽点实在太多了，车顶上突出了这个东西啊，在38的话就是这块零件还是塞到车子里头去的。 anyway， 这个作为一款 V 级的玩具的话，这个实在是对不起，我都快拿不好它了，这个我都觉得这个实在是有一点过分啊。你如果说它是一个 Deluxe 等级的话呢，我会说哇真是太棒了，大家赶快去买啊。但是作为一款 V 级，这个表现的话实在是太离谱了啊。第七级可能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吧啊，尺寸缩小很多啊。我们拿出一个 Deluxe 等级的一个车子来跟它做个对比，你会发现长度已经是比认真要算的话可能还比它短一点了啊。那最后我们就对比一下啊，这个是围城的地头崛起还是围城，反正它有一个货柜吧啊，这个货柜就是这个家伙的货柜啊，啊是当时是扣在他身上的货柜。那用在他的身上的话呢，是可以扣了啊，可以扣，但是高度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轮子会腾空啊，所以说你这个拖斗一样的东西，你有点，对不对？你完全就是多了个鱼啊你，好吧？虽然我看起来很生气，但是确实真的很生气啊！这个危机的玩具呢，你做成这样是有点离谱了啊！那其实说我们就是比较早一点玩到这个玩具，我们就用玩家的角度出发，跟大家来评一下这个，讲一下这个玩具到底怎么样。我知道，对吧？台湾孩之宝那些侧翼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变形金刚啊，只是我们喜欢的出发点不一样。他们可能从厂商的角度出发，我是从玩家的角度出发，啊，所以我们看玩具的一个心态就不太一样，啊，就 OK， 各位就我给他的评价就是说呢，这是刷新了一个。当然还有比它更糟糕的 V 级，我相信一定有了，可能目前也已经都有过。但是作为一款 OP， 然后 Voyage Class 的玩具的话呢，这一款是真的有一点突破我所认知的下限的了，是比较，就比较各种这缺点都这么多啊，我们也没有加油添醋嘛，对不对？色差太多，涂装少一半。然后莫名其妙的板子啊，神一般的拖斗啊，造成货柜不能顺利组合的拖斗等等等。OK，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